我觉得它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是那种侧绑带的，对，侧绑带的设计，而且它的那个材质是比较厚实一点，就是不会到太薄的那种，就是还是有点挺度在的，对，有挺度，它是棉的哦，但是比较厚实的那一种，对，然后洋装现在是穿衬衫呀，而且它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自己去反折，就是袖子的地方，我觉得反折的话更有精神。它后面是有那个做打折的，后面很好看，就它这边是有打折的哦。这边单穿就可以直接出门，对，就不用想穿搭的。洋装没有口袋哦，蓝色很好看，对，还蛮推荐那个灰蓝色的，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很瘦，因为这里是可以拉紧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更有腰身，一点点不会太宽。我觉得这样好像更好看，斜扣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这样好像就不一样的感觉，有造型感。对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哎，大家喜欢哪一种？这样很好看，就是有整个有造型的。如果你腰在，这样其实也可以哎，对，这样也可以啊，灰蓝色然后跟白色。它颜色，我觉得不会像那种深蓝啊，或者是那个来的强。它跟波波蓝又是不一样。对，波波蓝的话一样，就是它是针口，所以是有开叉的。你们喜欢哪一种穿法？这样也好像也蛮好看的、欸。对啊，这样配色也很好看。对，洋装都可以修改哦。白色稍微会有一点透哦。嗯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衬衫的话，很多穿法都可以。像我们刚才那样，就是像这样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般穿法。对，然后像米卡是把它绕旁边绕一圈，对，像这样也很好，就是会连后面都有很明显的腰身。